我们继续临摹《已经碑》啊。承接上业，承接上业，冯谋，蒙，这是个人名字啊。那这一页呢，这个损就是这个，拓片损坏的比较多啊，就是说这个碑的缺字比较多，这里需要猜测一下。那么这一页呢，很多的字写的比较舒展啊，写的比较舒展。我们在写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些这个特点啊，把它特点我们要把它读出来啊。谋，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这种这点画之间，我是断开还是粘在一起，这种感觉啊，这种写出来的这个效果它是不太一样的啊，所以我们临贴的时候我们也注意这个断的地方我们就断开它啊，这个粘在一起就粘在一起啊，它写书写的效果它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。我注意他的这种姿态啊，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读帖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拟人化的一些想象啊，像这个像这古代人的这个袖子一样啊，这种啊，
这个锅子用笔感觉是比较厚重的啊，比较厚重，我们要把这种也能把这种感觉要写得出来啊。悬啊，这个瀛杯类似于绞丝这样的结构，这个地方它是显然是习惯性的是断开的啊，这个地方。嗯，这个字写的也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刚才说，可以做一些这种啊拟人化的一种想象啊。就左边这个，啊，右边右左右这种配合啊，左边这种啊婀娜多姿啊，这种这个像个舞蹈啊。这右边啊右边这个是亭亭玉立，对吧？它这种姿态啊，左右两边的这个。这种姿态的这种变化丰富啊。
下面连续四个字啊，下面连续四个字都是损坏掉的啊。我们要猜测一下故字呢，这个故字其实我在我们这个银碑里面出现过啊。故事。在原碑里面这个部分好像有一点点痕迹，还露出一点点痕迹啊。下面是开辟的辟字啊，
正好这个右边的部分，刚才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部分啊，参考这个词的这个部分。庸字啊，下面是个庸。这个偏旁在我们乙应给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啊，所以这个这是可以参考得到的啊。李字啊，这个李字前面也出现过啊，就是点化比较多。我们前面也说过，这个点化，这个李字的点化特别多。
就是写这种字啊，它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两边的这种配合呼应。你看它的这一撇往这边倾斜，让左边的这个偏房它是往左下倾斜的。那么它这个右边这一竖，它就不能太愣，就是不能太死板，要有一些这个偏向的角度，要往右下偏向的这个角度。让它能够让这个字总体来说，它是一个平衡的啊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就是书写感，这就是配合啊。这个字在隶书里面也比较多见啊，隶在汉碑里面，经常会出现这个字，这个字呢，我觉得在那个乙应碑里面，它就写的特别好，它不是很死死板板的，把它写成一个横平竖直的，它让这个字有一些倾斜啊，让这个字有一些倾斜，这样写得很活泼啊。
这个字的结构也是比较难写的，因为它中间的有些字它并不是横平竖直，它需要一些这个它需要一些这个处理啊，它需要一些比较灵活的处理。因为这个隶书呢，它在这里面它因为横竖线比较多，所以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这个空啊，这种很方形的空，这些方形的空呢，你要把它处理好，把它的那种对比啊疏密关系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啊。这样的点画，这种弯笔啊、弯钩的这种点画，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。就是在这个，在书写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个中锋啊、中锋的这种稳定性啊。我们今天就写到这里啊。